第三个我们讲优势创新，举牌啦，好，那加油啊，因为后面还有好多，讲多少算多少，准时上课，准时下课，好吧？还是我快速跑哈。优势创新呢，在赢的策略里面呢，我想这些都是很白话哈，我们也可以一看就了解哈。智慧要用来，其实你简单记分享、分配跟分担就好。什么分享？智慧来分享，因为我们常常有碰头会，常常有开脑力风暴的会，展开创意的会议，就是因为智慧用来分享，因为每个人有读书会，然后共同分享，透过组织运作哈。那么利益分配，当然，尤其你要留住好人才，他们很心里面已经很清楚了，哎，股权是倍数，股票是百分比，你要舍才能够得哈。责任分担哈，责任是你扛的比较多一点，好，接着就是。平台系统导航仪，这个我就不用再讲哈。做人讲态度嘛，态度对了，你跟我讲什么哇，然后振振有词，你态度就不对，一句话我也听不下去。所以沟通上面呢，先把做人的基本的态度拿出来。做事情一定要有个 SOP 的过程，它才容易复制，才能够做强，才能够做大。这个 SOP 的过程就叫做系统。罗伯特清崎从负债到每一年几千万美金的收入。出了那么多的富爸爸系列，因为他说任何事情要成功，你就做一个系统，做一个系统。好，那么真正赚到钱的人，当然态度对的可能赚到一些人脉、人际关系圈。好，那么事情又按照系统来做，可能赚到利润。真正赚到钱是打造平台的人。什么打造平台人模式？什么模式？就是商业模式。对了，商业模式就是赚钱的模式。真正赚到钱是有这个平台的人，阿里巴巴。淘宝、天猫是不是都是一个平台？刚刚我们举了一些赚钱很多的例子，是不是都是打造平台？哈，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讲创业赢的策略，在你很多的创意思考、商业模式里边，你赢的策略里边有没有把同行的小事变成你自己的大事？他不在乎的客户，你可以在乎一点；他没有做客户服务，你可以做更透彻一点；他没有给他试穿、试用、试吃，你可以做得好一点。哈，那人脉、经济圈的这个扩展是要靠你的诚实跟信用。好，当然我们有六度，今天讲三度哈。任何公司现在都在提高，都在讲求哇，我做餐厅也好，做十一生活住行娱乐都要不要提高客户满意度？要客户满意度如何提高？当然你服务要好。世界上最好的服务只有两种，一个是发自内心的服务，一个是超越期待、超越客户期待的服务。当你哇深得客户的心，客户都被你宠坏的时候，那满意度提高了，他就会有忠诚度。你发现 CEO 总裁学院每一次上课只有上100分钟。哇，爆炸量、爆炸的资讯，然后问题是你又学得到，你自己又做得到，你就会很想来上课，对不对？很想来上课就会变成对他有忠诚度。哎，这家餐厅这么好，服务品质这么好，常常去就是对他有忠诚度。你买衣服每次都穿这个品牌，就是有忠诚度。忠诚度在上一集呢，就是哇，哎，小蔡，哎，王总，来来来来来，有个我们去参加这个课程，我们去买这件衣服，我们去这家餐厅，就所谓的。推荐度，理解哈，啊，当然课程里面我们再来谈投入度，啊，等等，它有六度空间。好，市场营销完全靠实战，那这个实战的课程，实战的课程要从基础开始打。那额外送各位一分钟哈，这个30年的实战经验里边，其实，啊，所谓的千万年薪，你要跟得到千万年薪过的人去学习。跟第一名学习，你可以得到第一名的经验传承，第二名以后只能得到分享。千万年薪过，所以从基层到高层。那么，所有千万年薪也好，百万年薪也好，每天收入多少钱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基本功。那行销七部曲，或者说七个关键啊，名字是什么不重要，也就是第一类接触，最佳开场白，你会设计15秒钟讲完你公司的。特色在哪里？哇，人家就说我是个不同的公司。以前我卖英文教材，各位知道，我就说，哎，测秒一定是7秒半，因为演练过1000次以上。我们的公司提供全方位的英语教学环境，并以23年的经验保证你学习成功，一定是7秒半，分毫不差。客户，哇，你都做好准备了，我也说我也应该准备好了钱，现金或者是刷卡，同意吗？好，所以任何关键，你的实战能力还是很重要的。第一类接触讲些什么话？接触了以后探寻需求，客户的需求去发现或创造，加以扩大，加以满足。第三个当然是商品的特色，商品的特色至少要训练8种，你们只要讲一种就好。
来源、内容、特色、使用方法、使用时间、学习效果、品质保证、售后服务。讲完，针对需要讲一种就好。理解，这是第三项。第四项，尝试缔结，看能不能成交。尝试缔结有很多的技巧，等于是销售特技一样，以退为进，化整为零，二折一、三折一等等，马尔东风等等，蔡老师的方法，增量、赠送等等。好，那接着呢？问题解析，解决问题能力越强的人，订单获得力越容易，收入也就越丰富，同意吗？当然，解决问题解决不了，就会不断的去 push and pull, pull and push, 这边挣扎，这边热火战，这边割喉战，解决了以后就下了一个完成订单，最后最终结合服务，就七个动作呢，有机会我们来好好落实基本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样有没有自如行销的嫌疑？有了，没有了哈。执行力就是竞争力哈。那到底什么要创新？因为我们啊，创新思维，今天各位来这边90分钟已经过去了啊。到底商业模式怎么创新？创新一个什么东西？思维要创新，模式要创新，产品要不要创新？通通要创新。我们来。